王来的。真的，哎，有些女生啊，看起来，你看他们两位这样子噼里啪啦，可是他们碰到爱情的时候，就变俗辣了。真的，真的，罗姐在外面是狮子，可是碰到你喜欢的男人的时候，就是这样，灰掉了。好啦，以前就是被骗钱啦，不然就是整个就是服服帖帖，像小猫这样，会吗？我跟你讲，现在不会了。现在不会了。现在啊，我终于有一天，就是在今年的母亲节那天，我想通了。终于经过我妈妈的开示，母亲节那天，我跑就中午要跟我妈吃饭。早上四点钟要起床，所以我在那一边玩就一边跟他讲，我要早上我中午要跟我妈吃饭，我跟她吃饭，然后可是还是熬到六点钟才回家这样子。熬到早上六点。对，玩回家，然后我就。卢锦体力真的。然后我就把妆卸了，然后继续再化一个淡妆，化好了，我就在床上睡，睡到差不多开始时间起来，我就起来，然后跟我妈讲，我说妈，你知道我多爱你，我妈说你多爱我。我玩到早上六点，现在爬起来跟你吃饭呢，还给你请这么多人呢，那大家很开，你们很开心。我说哇，你玩到早上六点啊，那是不是很好玩？我说当然啦、啊。我妈说太好了，赶快出去玩，趁你还能玩的时候，有人要陪你玩，不要到我们这个年纪坐在这边玩也玩不懂，你走出去也不晓得要去哪里玩，那就挂掉了。我说哇。妈，谢谢你，我真的太爱你了。说你晚上还要出去玩，我说对，你等下吃完饭赶快回去睡觉。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，然后我说，哎妈，那你看我都没有睡觉，我保养的好不好？妈说，哎呀，保养的真不错，看起来真年轻。我说真的哦，我钱没有白花。我妈说真的，我说可是妈，我长这样子也很可怜呢。我妈说为什么？追我的哈，从24岁开始起跳，然后到35岁就开开。所以妈，你叫我怎么交男朋友？妈说，真是有点悲哀，是个悲剧。那你就玩开心一点好不好？就尽情的享受他开了啦。因为我妈说，为什么没有老一点的人结婚？我说，妈，因为老的都喜欢年轻的。嗯，他看到我就嫌我老。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没有老的来追我，那年轻的都很瞎。嗯，看不懂我几岁。就一直这样说过来说过来，我说我真的也是很烦。可是罗姐，我觉得你就是适合嫁老外的那一种。对啊，然后中国人我全部拒绝，因为中国人就除非他爸妈都死了，要不然我干嘛跟你交往，然后还要回家受人家的人的屈辱？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你也做不来，我也做不来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就享受啊，现在就享受人生的时候啊。对啊，所以就我现在也不管啊，几岁的来追我，我都跟你还是 date 啊。对啊。你可以对，可是你不谈恋爱了，不谈了。我们上次访问田丽，田丽还很愿意跟年轻的男生。我可以谈恋爱啦，就是，可是问题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也试过跟年轻的谈恋爱，可是问题是，你知道从24岁起跳的话，那很烦的。你大概谈到27、28岁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他应该走一个要找人生孩子啊什么的？我们这种又不婚又不生，如果你要婚要生的话，你赶快去找别人。我们是有良心的，我们会放人家走的。也是哦。对呀，那这样子我一直帮人家养儿子没意思，又养又教的。小孩都教这么好才能送出去，都教好了再送给别人，我很麻烦的。教好送给别人当老公。对呀、啊，是哎哈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也想想，这无形中我也是可能在做善事吧。那不然怎么想呢？也对。来，子文老师再来做一题恐怖的心理测验，我们来试一下在爱情当中。我有多没种？哎呦！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，就是如果呢你要参加派对趴，你最想要参加的是下列哪一种？我们有4个选项 ，A 的选项是台客趴，没办法。好 ，B 的选项是吸血鬼趴，那 C 的选项是公主王子趴，那 D 的选项是水姨。我要吸，我也是，因为睡衣趴我趴过了。好。我的睡衣趴才好玩呢，也是。好，来，文恩老师，对，吸血鬼。好，于老师，我也吸血鬼。是，林依老师吸。吸，好，公主王子，你去台客趴了。什么？我们说，刚刚那个什么老师说公主王子趴都公主不好玩，我说我们俩就扮成皇后就去。对我要选台客趴。好了，我要睡衣趴啦。睡衣趴，大家都穿睡衣这样？没有没有，我们睡衣趴是男生来，男生来也要穿成女生的样子。哦，那好玩哦。对对，而且他们都好厉害，每个人都去租礼服哦，还有人自己带皇冠来，还颁奖哦，真的。哦，好可爱。
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爱情当中到底有多没种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A 的台客趴的，你到底在爱情当中有多没种呢？有话直说不退却，维持爱情有秘方，是哦，你是有办法的，有种，因为你觉得我总是可以在爱情当中维持好一个形象，那也可以维持跟对方的关系，所以呢你是有办法的，这个有种哦，因为呢你要抓住对方的心，有时候譬如说对方需要用哀兵政策，你就会在他面前装可怜，如果需要对方希望你霸道，你就会在他面前装霸道，所以你是有办法的，有种，因为你可以抓住情人的心。哇，双鱼座的女人就可以这样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B 的有薇薇老师还有于老师。好，到底你们在爱情当中有多没种呢？有种情人很霸道，管教情人有一套，你们在爱情当中是非常有种的哦。而且呢你会觉得说不合就散啦，甩门就走人了，而且丝毫不会有留恋哦，所以你们对于掌控对方是非常有一套的，所以你很有种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选择 C 的有美玲老师还有思佳还有罗美美。好，那你参加的是公主王子趴，到底有不有种呢？